准备最后三个小节，我们坚持完就结束，好吧？站在你的位置上，我们继续无下。来，双手不分分组，右脚膝盖中间，我们进行右左右左，你可以把一个 pose， 然后把脚后跟转上来。把屁股抬下来一点，身体放松。三、二、小跟往前两次，跟右、左、右、左，中间加上我们的跑步手，在你生活的中心呢来回摆动。现在把身体再往前压一点，右脚、左脚踩下去。加油！
上前向后，四、三，向后一组准备。我们再来，四、三，右手右手向上，不动。好，下手躺在那个木床上。好，现在双手抓住弓床后侧，
手从好来反方向侧侧右，还是一样站在那个边床上，单脚轻轻折叠向后，上面的脚伸直抬高，手必须多重的高，手起一啊一啊，哎，我的臀部是对向天花板的，往中间展开一点点。大鱼又回来了，帅呀！有人把垫子放上面的吗？放下来，真会享受啊。OK， 躺在你的垫子上。只有两个动作，两个动作，坚持三分钟，然后就拉伸，可以吗？三分钟啊。好，躺在你的垫子上，我们准备再来一节训练。好，双脚踩实地板，双手右手向上，抬起来，往下落，再一次，起，左后背抬起来。Thank you.
三、二、六 ，OK。来，放松时间，将你的双手撑在你的胸口两侧，保持身体放松一点点，双脚并拢，像一条鱼尾巴一样向后伸直。好，展开肚肚子，向上抬起你的后背，拉伸下来的腹部肌群。好，上背和腰的两个骨头压在脚跟上，保持婴儿式伸展。将你的后背、后背拉长，慢慢的放松。现在将你的左手穿过右手的下方，向前延伸。Thank you.
们这就完了。这边显示还有七分钟，你那边显示多久？我这边没显示啊。你这个比我早开播是吧？应该是吧。是，那就是谁的？是九成的。是我们两个要晚开播。这个31分的时候，他们上车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下了。那你跟他们说一下。等你们上车的时候再下吧。啊，它上面显示的27分钟，你这个差不多一样的。等你们上车的时候再下。哎，来，手机给你。你穿上吧。等31的时候你再下吗？眼镜被林子坐歪了，对，眼镜歪了。